每个人科技非常的进步，都有使用什么脸书，我们的 Facebook。 对，自从我们加了脸书呢 Facebook 之后呢，聊聊兴趣，聊聊个性，慢慢的越来越投入，他们渐渐的走入了我们的这个幸福非常开心的旅程。所以呢，现在请各位朋友将你的目光转往你的后方大门口，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蓝方主婚人进场，欢迎我们的王爸爸跟王妈妈。好，今天呢，我们爸爸妈妈非常开心哦，因为刷新歌啊，可以看到我们爸爸妈妈这个笑容呢是掩不住的哈，再次给大家掌声好不好？他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转往我们的后方大门口，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们女方的主婚人进场，欢迎叶爸爸、叶妈妈。好，那我们希望呢，所有的宾客都有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多的掌声和祝福，谢谢。那今天呢，我跟我爸爸妈妈呢要唱歌，非常的舍不得，那也非常的开心。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时刻，让我们用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男女主角进场，欢迎，把我们的经纪人退出。哇，如果觉得我们今天的新娘非常美。请大家一起说一声恭喜哦！准备，三、二、一，恭喜！谢谢，请干杯。那今天其实呢，真的是其实非常的开心，因为娶到一个漂亮的老婆嘛，所以呢，今天也希望我们各位宾客能跟我们一起感染这一份开心与幸福的气氛哦。那在这